一箭双雕。是你吗？种花电信，他妈就会种花，直接给我断了五分钟哎，然后还连不回去。我断了五分钟，然后连了五分钟，然后连回来珠宝就爆了，连回来就输了。啊，重点是我断线十分钟，输了。打开游戏面板，我伤害还是全队最高。是多认真的主播才会一天开两次台啊，这也没什么嘛。其实我常常跟这个后进之辈讲，有人常不。哎，哥，这兔子不怎么学校吗？我就跟他说没有，就一个字，忍，就是忍到有耐心，有毅力。这就是做直播成功的不二法则。像我一个下午就开了两次直播，这在直播圈打滚这么多年，我也是很少看到这种毅力的主播。倒腰啦，我也是我没杀，我是已经有创伤症候群了。只要有人被手杀，都觉得是我们被杀。啊，小手有可能自己开红，他那角色自己开红也蛮强，也蛮强的。不输素人，我过去帮你撞到小手，就是我们一起死。放个眼还是挡不住，蓝也在上。哇，小手出去了。蓝也在上。他肯定没念。有眼，他刚刚不会归的。哦，操操操操操操，这么凶！操，你妈锤了！先拉着走了，大怒炸喽！逮到一波十五，怎么一直都在？你别 Q 啊！你在说我吗？这个你是在说我吗？小手疯狂搞事。这把是不是 Better Jungle Win 啊？小丑是肯定的。Win 是吧？他是翻送爽没？他翻送爽没？没小丑你敢这样打？小手一滴绕干，小手一滴绕干，哇！一箭双雕，哇！别慌，哥看着呢。他妈就等我刷完会死是不是？对面三个不见，我现在出来，我们是能二打三吗？顶级树根，你滚拳！刀刀一起。硬是不是啊？啊！剑魔真的有病哎、欸！绑架打野很爽，上路整天在清掉队友，这感觉有点难受啊。起飞！嗯，死了吧，这还可以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撞儿子自杀！偷袭！干！吵死了这游戏！我中路也要进，太烦了。好好，
死喽，小丑！来喽，傻逼！没死哦，没死，我就杀你队友。哈，两个一起 boss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丑暴毙！是啊，在干嘛？建模又在装啊！到底在装啥啊？就吃龙不会是不是啊？死死的，我觉得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打不掉帮忙，打不掉帮忙，哎呦！哇！干嘛、啊？能不能别一直送啊？嘴归嘴，你不要一边嘴一边跟着送，好不好啊？22分死22次，这到底在嘴什么？哭啊！干嘛、啊？你不是这样送的吧，兄弟？单杀啦！哎呀，不想讲了。嗨，听过好吗？靠背。50秒了。我操，这么猛，这么猛哦，也是啊，他出了全魔杖哦，你还猛不了，那你真别玩了。操，这么硬，嫩，嫩。兄弟太狂了。进来这里，进来这里，死了！倒闭！点塔，点塔！我暴毙！啊，不然是送爽了没？走了吧，对不对？送很爽哎，买死帽了吧？既然他们都送的这么爽，那买死帽，让他们送个痛快。顶级纯魔攻速人，大绝顶级滚龙锁裂开，直接大绝滚死！哦，大王大王大王，摆正了摆正了，儿子，头破血流，再来一下半滚。炸一下增大半血，啊！有人被炸了，直接吃，直接开动，直接开动，不管这建模，建模随便他送，哎，杀掉了，哎，杀掉了，杀掉了，杀掉了，哦，哦，这么激烈啊！你死了吧！你死了，这你他妈能活？
哇！这得卖，这得卖。小兵撞进去喽！还想抓我？抓你妹呢？哎！甩个大，拍拍屁股走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加派，要死我！那加派呀？怎么没闪没炸？送头！啊哈哈！啊哈哈！这什么东西？顶级自杀机？这真的顶级自杀机？一波了吧？哦，剁手哦！抓到！水弹反射，哦，这么凶，这么凶！喂！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在他家拉扯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如果不是我这么 C， 这把恐怕是赢不了吧？这群孤儿，你妈我一根炸了56000，没话说了吧？我说素人 carry 谁不服？零。